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正在前往真鲜寿司的路上呢。因为这阵子啊，我的 IG、Facebook 还有 YouTube 的留言地方啊，都有人跟我说，最近真鲜又有一次大胃王挑战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去挑战它吧。各位啊，我现在已经在店门口了吼，然后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5号的这一场，他的店外聚集了许多要挑战的人啊。然后我刚刚抽号码牌的时候，发现我还要等42组人员结束啊。各位啊，我已经在这个16度的天气等了6个小时，结果还没人开始挑战呢。好的。哦，终于轮到我了。也不好意思，哎，谢谢谢谢，我等了6个多小时，终于有位置了。介绍规则吗？哦，好啊，麻烦你了。那您有要先上厕所吗？因为我们等一下用餐的过程中是不可以离开的。没有，你先讲，我再上好了。好，那你麻烦先帮我把手机拿出来，先扫 QR code。QR code。对，我们会用手机点餐的。哦，好。以下的话，我们有三样东西是必点，那建议等一下也可以先点。那这个开始点餐这边，我先帮你点。哦哦，好。好，那主要有三样东西是必点。必点的。哦，对。哦，这规则上的就是味噌汤啊，我这边先帮你送出。哎、欸，好 ，OK， 这样一个。好，第二个是茶碗蒸。好，一样送出。好，第三个是这个龟饲味。好，一样送出。哦，好的。对，那这样子三样都点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开始点其他的东西。那等一下如果菜色有上了以后，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计时器才会帮你开始。哎、欸，好的。好，那几个简单规则，第一个是同样商品最多只上限是点10。假设你就要挑战30盘、50盘，建议不要一次点完，最后吃不完的话，吃不完的部分我们会用原价计算。好，那吃得完的话，我们就会照折扣来走，这样。好好，这样子点才行。可乐饼、炸虾头、虾手卷、牡蛎橙、香酥甜虾、雪场蟹味棒糖羊、玉子烧、五份毛豆、黄金炸虾、火烤牛舌。欸，我点东西好像来了。哦，他东西会送到我面前呢，这个好像还蛮好玩的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再点一些东西哦，因为他今天的量是要到50盘才会免费的。然后我目前想吃的东西是玉子烧跟毛豆，所以我都先给他点个10份呢。哦，玉子烧到了，他一盘玉子烧有这么多东西啊 ！Oh my god！ 3样餐点到，哦，3样餐点到就要计时了。对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那麻烦你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欸，奇怪，他毛豆选项好像不见了，不过算了，我们开动吧。哦，然后毛豆也来了，只是没有想到他这个量好像有点多呢。先喝点热汤开开胃吧。这是很家常的味噌汤哎。
现在吃鲜虾手卷。没有拍照吗？没有。我可以拍照一下。预防呢？牡蛎寿司。雪场蟹脚。可乐饼。这面是满满的马铃薯，好香哦。下礼拜还有机会了。炸虾寿司。这炸虾炸得太过头了，很硬的。来吃吃看玉子烧吧。哦。没想到他玉子烧分量这么多，我一次给他点了十份呢。牛舌。再吃点毛豆。吃完了，我、哦、完蛋了！没想到毛豆它也许分量少，可是东西太多了，反而拖延到整体的时间了。我刚刚还点了十份玉子烧，我觉得今天应该会炸掉。再吃炸甜虾。
是要做一份呢。所以是，所以他这个玉子烧给我一盘，到底是算几份呢？应该是帮我把东西都放在一起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我觉得就可以放心的吃了。味噌汤也喝完了，我那你吃看茶碗蒸吗？真的吃到现在，我是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恶心的。OK 啊，吃完了。嗯，各位啊，我觉得这个味道越来越不太对劲了。刚开始这个玉子烧我是觉得非常的好吃的，可现在吃到已经大概第九块了吧，整体感觉不是很好。在吃毛豆吧，我觉得需要洗一下嘴巴。我的老天爷，好腻的感觉。还好他桌上有附自己泡茶了。哇，整体不会让嘴巴这么腻啊。我终于吃掉最后一块玉子烧，那味道好腻。继续吃毛豆吧。好险，我们只点了四盘呢。我们边吃毛豆，然后再点些什么东西吗？没点个尾鱼、生鱼片吗？
代嘛，不错。吃掉第三盘毛豆，好恐怖的味道。你先把桌上最后一盘麻豆。哦，河牡蛎战舰来了 ！Oh my god！ 刚开始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好吃的，不过现在吃久了，好恐怖。到后面完全没有美味的味道。我终于吃完所有的毛豆，我的老天爷！接下来我还有四份的尾鱼生鱼片。他竟然秀我已经结账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不过我觉得今天挑战先到这边好了，这些东西再吃下去真的是变成因为刚刚吃牡蛎啊，我已经吃到觉得这个牡蛎是非常不新鲜、非常新的味道。人在不想进食的时候啊，东西再好吃，它都会变得不好吃了。生鱼片是好吃的，我觉得如果生鱼片这么好吃的话，我应该还可以再点下去。我觉得刚开始我一次点太多玉子烧了，它玉子烧它一块就非常的甜腻，今天这个挑战我觉得再吃下去真的是会觉得越来越恶心了。好吧，我吃光桌上所有的东西，今天就先这样吧。那么来说说今天的心得好了。我现在吃东西，刚刚那些所有东西吃起来都越吃越恶心了。可是谁知道最后一份，应该说最后点了四份尾鱼生鱼片，它竟然还蛮好吃的。所以我觉得下次我们变换一下点餐方式，我们一定会挑战成功。刚才玉子烧跟毛豆真是整死人。
你本来以为会很轻松解决掉东西，可是谁知道它的威力这么大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转到32码，14203566，总金额是8万。好的。